诚实就是诚恳地对待别人。我们对邻居要时时说真话和守承诺，做到路不拾遗，做错事时坦诚地承认错误。只有诚实的态度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，并拉近邻里间的友好关系。杏洲桥上的邻居诚实守信，彼此真诚相待。即使经营杂货店的老奶奶患有眼疾，但是邻居们从不占她的便宜。诚实的人即使身无旁人，仍能够暗示不欺，守住道德操守。想一想，小蛇的行为是否诚实？小蛇的诚信被邻居质疑时，小蛇会有什么感受？就算被他人误会，我们也要秉持着内心的诚信，以诚待人。如果你是静平，你会如何处理？你这么做有什么感受？高空抛物是指恶意的把杂物从大厦的窗户或天台抛到街外的行为。高空抛物不但污染环境，还会造成人命伤亡。如果静平诚实地向邻居承认过错，他会感到心安，并从中吸取教训。如果静平不敢承认过错，反而诬赖邻居，不诚实的行为虽然让他逃过邻居的责备，但却逃不过自己的良心责备。只有诚实认错，才能够反省自己，从中学习。假设你是图中主角，你如何诚心对待邻居？为什么？面对邻居时，要有礼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不要说违背心意的话。就算是善意的谎言，也可能引起误会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此外，对邻居要守信用，说到做到，以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。你喜欢齐斌还是文杰的态度？为什么？齐斌诚实认错，遵守对邻居的承诺，把邻居交代的事办妥，诚实可信的言行让他人信赖和安心。反之，文杰不敢承认错误，答应了邻居的事也没有依照约定办妥，让人质疑他的诚信。只有诚实的孩子才会让邻居喜爱，不诚实的孩子则会让邻居敬而远之。做错事情时，必须真诚地向他人道歉，
才可以得到他人的原谅。在答应别人之前，先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因为无法完成所答应的事，变成了轻诺寡信的人。